好，阿湘胜文的败部负胜，今天总奖金是2万300，总子加5000是2万5300，哦，上一期他赚了2万9000一，所以你看这一期也没有差太多，啊，那个三位哈，败部负打上来的两把牌还是有机会的，嗯哼，啊，所以这个没有什么过水的，三个人哦，基本上就勇往直前了，好，来，四号庄家。 九自己，三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志浩的牌。志摩，蜀君的牌。志摩，茵茵的牌。加油！好，加油，出菜哦！大家发财！花，东风，南风。 九万，康家的对不对？对，大家都姓康嘛，就跳。你真的姓康吗？不是本姓啊。不是本姓啊。是本姓。这是我本名哎。真的假的？嗯。从小到大的名字，真的大本名。哇，身份证上的名字。可爱的名字。对啊。九条。所以大家很多人都以为是艺名。真的。发财。从小爸爸就注定要当艺人。 白皮，取一个，看得很准啊！哪个名字也是本名？我也是哎，一万，吃，吃进来，好，吃进来，3万。 那么长啊！吃一个。明白，我要怎么闪你啊？哎，这样打真的很出街。又退步。对啊。 太久没打牌了。我昨天要来之前，我还在线上打了个麻将，想说太久没打牌了。暖身。对啊。好长哦，怎么办？我的牌好长，好长哎。 叼走了，叼一下，叼一下，二条，淑君，嗯，小鸟给你吃，啊，好了，勉勉强强吃一下，明明就超需要的，哇，继续拆吗？六饼，好甜啊！ 不要硬吃，摸牌无限变化。好，听三筒的。数据，哈，吃，中不吃不行。好吃。阿条，好吃。 三条，吃，好吃，好吃，4万。今天看到吃回来就是长这样子，16万，来，5花。
阿康，我试探一下。六嫂，我靠，佩服吗？当然了。哇，冰箱台，来来保价，一定双价两台。代步货站的第二把属性庄家13，来看三家的牌，请看属性的牌，加油，英英的牌，神之手，智炮的牌，我要自摸，智长瞎菜喽，是不是很久没听到这个称号？很久没听到这个称号了，不是吗？我提醒你一下，再做一个神之手，瞎打，神之手，运气很好的时候。就是9万，以前呢，过了，不要这样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对吧？对吧？对。你看，又摸一个南风，我也有一个。哇！好重，神之手。太晚了吗？不晚不晚，代步不多。对嘛，还有机会的。一饼，吃。九饼，后一个吗？先拿回来，回来回来。好的，四饼，白皮。财哥发财，1万，八条，哇，发生了，各位，一条，系统，吃，二条。西风，痛了。二条，三条。有，这样子是不是？4条，3条，条，哇，你这边条子，那么长啊，白皮。一饼，吃，五饼，刚靠，他刚靠一个二饼，1万，胡了，什么？居然，刚听，平湖庄家3台。代步货站的最后一把，报告你们三个的积分。现在淑君最高分有7500分，嗯，那英英的话是3600，好，之后现在有3900。好，然后再告诉你们两个要补几台哈。好，来，英英庄家，我可以的，逆转胜。齐川，看三家的牌。先看英英的牌，加油，拜托哦。之后的牌，加油。淑君的牌，好，可以出菜哦。好，南风。哎，9万，
跟打九万。花，嗯，皮肤，南风，九笔，吃，大饼。合同取不到，九笔，再一次哦，哇，七笔，三条，吃。二条，好的，四七，一四七米一条路，四万，跟我想的不一样。长呢？不然给我好了，我没有，可以一起组合一下。六条啊，再过去一点可以吗？来，徐君碰红中，哎，碰怎么厉害？对啊，很厉害哟。好吧，三笔啊，再过去一点。啊，尽量。很辛苦哎，今天的牌好辛苦哦。多少？辛苦啊。那你让我不苦一点。八条。要这样是不是？好吧。继续哈，三笔。什么东西有够难？打掉困难，困难打掉的八条，跟打八条，真的哦，那真是太棒了！看对家打，心酸。对呀，一条好了。怎么样？九万。好可惜哦，七条。花儿，来救火吧你！是不是？一条。打什么？一条要叫有，不叫鸡了。哎呀，你看他都吓到了。吓到了。三桶，三桶。什么？六条？你这不要条子是不是？是啊，怎么回事？没事，芭比。我想想，我想想，六桶，六笔。哇，大家往死里盯哎，真的是。八条，
事啦，打出来碰啦，守着也不会听啊，对不对？坐坐。白皮，他不会唬你的，他们唬你分数不够。不挑。季风。啊，这里干，剪掉。先剪，先剪。碎碎的，五笔，先剪碎碎的。心很累，除非你中洞喽。歪头那么久，你赶快摸牌，赶快摸。嗯，过关是啊，我不知道听什么，是不是？什么？抓牌啊！啊，你听外头。看不懂啊？对。啊？那个牌叫一上听，懂吗？二万，哇，二万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没事，二饼。哦，八万，进来。四筒，四筒，各位观众，错边，真的是。各位观众，没事，没事，坐好。七条。那个康浩，那个字号，你还可以胡淑君的哦。好，台数够也可以胡。只能数，对，我觉得我可以自摸。加油！大姐，这张牌没人要。我不是，我在想嘛。想什么？我自摸了。不可能，这牌想没有意义。为什么？牌去哪？都停牌了。六条。各位观众。没事，各位观众，没事啦，有事，没事啦，没事。淑君，嗯，什么事？西风，一定有事呗，有事，没事，杠上，各位观众，从后面来。再一次，姐，哇 ，go go go， 再一次，好惨啊！再一次，
很长很长，手很酸。太累了，已经三次了。手很酸。我真的，只好想想了。不用想，有拍照拍力道。哦，不是，我现在那个整个后面梗起来，脑中血。这是剩的比较少。淑君打黄就赢。打黄。这是剩的比较少嘛？拿外。今天这牌很妙，这把牌一辈子没看过。完蛋。系统。不用怕了啦。没事。就勇往直前啦，你们都是。勇往直前。对。哎。我没有七抢一吗？没有没有没有玩七抢一。哈，很想抢，很想抢，很美。真的。四万。先翻转。先祷告。怎么回事？神啊！他真的自摸。人生啊！他没有换牌自摸了。哦，我想说为什么自摸不败？啊！啊！我真的哦，是啊。那我来，我帮你自摸。没有啊。干嘛？五笔。倒了。啊！淑君真惨，从头到尾东风北风，我应该他早就糊了。对，不是你要中一开始东风北风猜一对的话，你就糊烂了。因为跟他卡住的话，对啊，东风北风你要猜一对，你就牌就糊烂了。卡住了啊，他的三万跑掉了。他因为八台，尼国尼国是八台，八台乘三八二十四加底2900，来回就是5800，好，所以呢恭喜啦，啊，四号逆转胜，恭喜。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